那个您不是那个找租男友回家啊？对对对，哇哦，可是我在您公司下单订的是来自星星的你套餐。对啊，不是来自星星的啊。这个实在对不起，因为这个逢年过节吧，我们有忙啊。好，见谅。不是你们公司也太凑合了吧？啊，耍好玩呢，我花了500呢，能退货吗？这个问题，我建议，因为确实没人了，能派一人来不错了。您放心，我演技派，保证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好吧？行。我懒得跟你计较，来不及了。一会儿进家呢，给我爸妈哄开心了，好吗？没问题。别出什么岔子，好吗？放心，我们都专业的，您放心。好吧，走吧。怎么样？我爸妈对你还挺满意的，不错。啊，不然。真当我男朋友吧？你他妈是不是不想给钱啊？啊！我走进你们家门第一秒就发现这问题了，就你们家那穷样，你不把你给得起吗？啊！哎呦喂，说谁穷呢？啊！说你呢？你家怎么了？穷？谁穷啊？谁他妈给不起你钱了？谁给不起了？哟，来往这儿砸，来！不敢是吗？啊！不敢是吗？说谁穷？让你说我没钱，让你说我没钱，我没钱。哎，姐，别忘给好评，下次有活直接给我打电话啊。这好事儿都哪儿找？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一个废物利用的小妙招，就是香蕉皮利用法。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会用到这样的皮具，用时间长了之后呢，这个边边上就会有一些用过的痕迹，比如说脏了呀，或者沾到了某一些东西，或者说我们放到包里的时候，一些原子笔会把这个皮具伤到划痕之类的，就是变得脏脏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能会想到说用一些清洁剂，但是会影响到皮革的质地，还有就是说不一定会清洗下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利用到这个香蕉皮，吃完的香蕉呢里面会有这个白白的东西，大家会利用这个放到这里，看到了吗？我还用这个我们的马克笔画了一下，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，我们用香蕉皮的那里蹭一蹭，很容易就把它擦掉了，可以试一下哈。而且用这个香蕉皮内里去擦皮具的时候，不会把皮革变得很硬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纸巾再擦擦，把它抹干，自然风干就好了，不用那个吹干它，就是自然风干就好。有没有看到刚才马克笔的印记就没有了？是不是很巧妙呢？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妙招，就是利用手边的护手霜。这个护手霜是真的平时生活当中我们会用来护手的一个乳液啊，它其实也可以清洗皮具。是怎么一个用法呢？比如说我们取出一点点放到这个纸巾上，一点点就好哈。然后这里是刚才我们用马克笔画到的一样的，就是擦一擦，怎么样？痕迹不见了吧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好啦，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里了。